精彩的太鼓表演为富邦人寿富王士林分处成立揭开序幕，现场灌溉云集，地方士绅名流都前来祝贺，并期许新分处成立能够业绩翻倍，提供在地乡亲更优质的服务。比如说寿险、产险、信用卡、基金，还有房贷、生前契约，还有台哥大，我相信能够更近距离的提供直接的金融服务给在地的民众们。同样举办开幕仪式的还有富富士林分处团队成员，一身空姐空少造型，热歌劲舞，炒热现场气氛。其实我们很希望可以服务我们士林的所有居民们，所以我们现在有跟里民一起合作跟合作的部分，然后可以增加在地的就业率，还有增加在地的一些保险的理财的部分的资源。2014年，富邦人寿启动大吴江计划，除了深入全台各乡镇成立服务据点外，更重要的是提供完整的制度和培训计划，希望能吸引在地人才加入团队，创造就业机会。现在公司里面的业务的高手、业务的人才，我们希望在全省啊，都能够在各城乡都能够有我们的据点。那当然，我们也更希望有更多的人才能够加入我们公司。大伙儿在拼图签名，并写下心愿，期许2017年能再创佳绩，让民众一次享受金融、保险、房贷、理赔等全方位的服务，满足顾客的需求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，游翔庭采访报道。